我们再休息十分钟啊，好，谢谢。
报员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营业部分，经济部主管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提案第一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困窘，理应开源节流，且前年此科目决算为1,918,1,430,200元，今年前有低估之嫌，原增加营业收入3000亿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意？好，有意我们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一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一案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第一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进行第二案，请宣读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查中油公司预算显示，2015年度编列旅运费共计新台币31亿1946.8万元，平均每人每周出差一次，显有浮编之余，另旅运费包含至中国之旅费1293.9万元，却未说明中油公司出差至中国考察之项目与目的，原此冻结事项费用新台币3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我们无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我们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就针对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二案出席53人，赞成49人，反对0人，弃权4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第二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都可以。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3人，赞成49人，反对0人，弃权4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现在处理第三案，请宣读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查中油公司预算显示，105年度编列印刷装订与广告费共计新台币2亿8716.4万元，用途包括业务宣导、广告印刷及装订等。然而，中油公司从事国内寡占事业，所面临之市场竞争压力较一般民间企业为低，且因因应网络时代，多采用关键字广告、脸书广告等较为无纸化、成本较低之行销管道，原此前列事项费用新台币10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啊，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国民党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0人，赞成6人，反对4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3案，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3案表决结果，出席50人，赞成46人，反对0人，弃权4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针对第3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0人，赞成46人，反对0人，弃权4人，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第4案，国民党党团撤回提案，不再处理。
第五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中油公司105年度于预算编列公共关系费2065万元，较104年度预算数增加100万元。经查依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共同项目编列作业规范，有关营业基金之营业收支规定。三、支出各事业之成本与费用，应依照业务计划之实际需要及本作业规范编列，并检讨简列不具效益、已过时或绩效不彰之成本及费用。营业成本与费用增加幅度，以不超过营业收入成长幅度为原则。三、服务费用、公共关系费应以业务需要或以进货、销货、运货以及供给劳务或信用为目的所支付者为限，以不超过所得税法规定之比率与104年度预算数为原则，并由主管机关依各事业特性从严核列该公司105年度营业收入预算8583.5亿元，除较104年度预算数减少6.8亿元外，相较102年度及103年度决算数，分别减少3293.5亿元及3334.6亿元，衰退幅度达27.73%及27.98%，为105年度公共关系费编列2060万元，除较104年度预算数及103年度决算数均增加100万元，增幅5.09%外，相较于102年度决算数更增加3028000元，增幅达17.18%，与前阶公共关系费以不超过所得税法规定之比率与104年度预算数为原则规定未尽相符。综上，建议酌予3减100万元。宣读完毕。委员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
赞成六人，反对四十六人，去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针对第五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五案表决结果，出席五十二人，赞成六人，反对四十六人，去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第五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五十一人，赞成六人，反对四十五人，去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进行第六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政府财政吃紧，需要多方开源节流，为符节约原则，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公共关机费用编列2065万元，原提案减列8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请问院会有异议？啊？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第七案及第八案，国民党党团撤回提案，不再处理。现在进行第九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制造费用、服务费用、公共关系费编列7429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6946000元，增加483000元，为准节支出，原提案删减20万元。宣读完毕。针对第九案，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我们就照案通过。现在处理。第十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管理费用、服务费用、公共关系费编列4072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2505000元，增加1567000元，增幅达62.5%，为准节支出，原提案删减1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
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10案的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0案表决结果，出席51人，赞成5人，反对4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第10案，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11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公司165年度管理费用专业服务费编列2967万5000元，经查103年度决算数仅1839万5000元。预算编列增加1128万元，预算拟是浮编，未见准结。原提案删减管理费用、专业服务费经费8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之重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11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第十一案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第十一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进行第12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其他营业成本杂项营业成本服务费用公共关系费编列424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97000元增加327000元，为准节支出，原提案删减2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中油公司105年度服装费编列4084万元，除较104年度预算数增加115万5000元，增幅2.91%以外，相较102年度及103年度决算数分别增加448万4000元及1061万6000元，增幅达12.33%、35.12%。除予前阶营业成本与费用增加幅度以不超过营业收入成长幅度为原则规定未符外，且该公司105年度员工人数较104年度减少204人，所需工作服经费却不减反增，实未尽合理。综上，建议酌予删减115万5000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啊？好，我们就照案通过。下一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租金与利息预算编列856399万7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编列806735万2000元，增加4649465万5000元，增幅达6.15%。该公司租金与利息费用逐年成长，因确实支出需要准节开支，抑制租金与利息逐年攀升趋势。原经查，该公司105年度营业外费用之利息与租金费用高达642570万6000元，且预算书仅提供明细表，未提供费用说明。原提案冻结62570万6000元，是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报告后时的动之。宣读完毕。针对第14案，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先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结果，出席51人，赞成6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1人，赞成6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来处理第14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4案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第14案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
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十五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会费捐助与分担，捐助与补助预算编列10亿4405万元，较103年度决算数增加3亿5235万2000元，增幅近51%。中油公司因国际油价下跌因素，105年度预估获利56.56亿元，比104年度之盈余131亿元。已大幅下降。经查，该公司营业外费用之捐助与补助预算编列7亿3257万9000元，且未附具体补助对象。要件之说明，为此要求中油公司应秉整洁原则，核实编列预算并检讨合理支出。原提案简列1亿3257万9000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先处理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15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第十五案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第十五案，我们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1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依该公司105年度预算案编列捐助经费6亿2604万2千元，较104年度预算数增加606万3千元。查该公司105年度预算案编列捐助经费6亿2604万2千元，包括捐助个人、社团与政府机关等，较103年度决算数及104年度预算数分别增加2亿6490万9千元、606万3千元。鉴于该公司105年底预计累计亏损逾808亿元，财务状况欠佳，捐助经费较前几年度预决算数却不减反增，国营事业因本企业化经营原则，多方设法抑减成本费用，对不经济或无必要之捐助、公益支出等运营尽量准结，为该公司累计亏损甚巨。105年度却编列捐助经费达6亿2604万2千元，较103年度决算数增加2亿6490万9千元，允依规定确实检讨从严核列捐助范围，并秉准结原则酌予减列，原删除预算1亿元，另冻结1亿5千万元，待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就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去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针对第16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第16案，出席49人，赞成5人，反对4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好，好，跟他列入公报记录。林委员得五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好，以上啊，对啊，刚才以上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那么，我们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啊，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第16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第1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有鉴于国家财政困窘，理应开源节流，且去年此科目预算为8196亿1405万6000元，今年显有高估之嫌，原删减营业成本50亿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提议记名表决。我们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点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针对是否采用点名表决、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重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处理第17案，国民党党团提案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第17案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建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第17案进行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重复表决，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报告院会，我们从昨天早上9点到现在已经早上5点，经过20小时的会议，
为了让工作人员列为休息，同时准备议事表决系统，我们休息到今天早上八点继续开会。上午七点半，我们会在议场备有早餐。现在休息。